大家好，我是客厅七，欢迎收看本期的你来说我挑战系列玩法，一键三连，评论区留下你想让我挑战的内容，我会随机挑选接受挑战，如果我挑战失败就带你圆梦黑心。本期挑战是用黑金卡房的物资成功拿下高危并且撤离，这个好难啊，只可以用黑金卡房的物资拿下高危。大家都知道黑金卡里有相对于三个橙卡房的物资，但是蓝精灵的几率比较大，如果再出几把蓝色喷子，那这挑战可没法完成了。没关系，这次我叫上了心动和一个西邦的兄弟，来给这么幸福且快乐的事情，怎么能一个人独享呢？接下来一起来看看我们是如何完成挑战的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绿色子弹，把绿色装上，38一个人差不多。巨浪也可以。老大，过来。你在哪儿呢？干嘛呢？我们在房间里呢。过来。你确定要去你那边吗？有些东西不能给 F1， 快点。哎呀，没了。你看看，拿上了。不就30发子弹，行动现在就往高位走吗？可以了，有枪了，走，干他，办他，你信我，你信我的。这把枪可以打的，紫色子弹，走，拿下高位。对，是的，哎，我这在哪儿呢？我是跑错了，我去。老大们，你迷路了，你在演我。哎，这局好像没有人，这局我们要成功。搜一波。我万一在这搜个五甲怎么说？热量分析仪，巨浪。老大，咋的了？巨楼有人，巨楼有人跟咱们也没关系啊。哇，假山有人，狗仔药。假山有人，我这有一个。这游戏的乐趣不就上来了吗？老大，啊，是溃平的。啥玩意儿？溃平的？不是这个位置狙一下就打到了，你们想什么呢？走，冲吧。走。玩的就是策略，兄弟们，可以进。怕什么？大不了下一局。我给你俩讲。巨浪无敌。走。怕什么？直接近战。你还有雷达？你从哪儿捡？有人？我在我脸上。我的天，卡房在哪里啊？三楼。停停脚步啊，看看三楼还有人没？来，扫地。搜完了没有？直接开进去卡到门里面。卡门。哦，五甲先武装一个啊。哦，金蛋 MG 三级头，四甲两个，武装两个。来，我打天灾，我不要装备，我打天灾。我拿四刀，子弹的给我。正好这15发子弹，完美。扔一起，分配一下，关节破坏，防具破坏。哇，这个配件可以直接可以用。除了没有狙击测算，完全可以用。什么强行武器的？来人了！我这下面有人。Nice！ 哎，这有人。哈哈，直接带走。脚步声，进来了。脚步声，一楼。很快。上去了。哎呦，太险了。喷死了。没事。哇，这一套是真是不行。可以，又来了，上去了 ，nice， 他来了，又来一个，我先，那我先，四套小心，扫到了，在哪儿？他就在里面，跑了，过去了，心动那边，帮忙，我的，踩，跑。我是雷谁的雷？我丢！你大爷的！我去，好刺激啊！这就是不拿装备的感觉吗？车停了，那边还有人，就是那个表情动作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爱的魔力转圈圈，不知道哪个地方就会突然间冒出一个狙仔，太有意思了！我直接进啊，兄弟们，护送我，只要我出去，咱们玩就完成了。我开的，完美，挑战成功。